但姑然要带我跑图，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对他说喽。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都可以脸着地，跑个图想法总是奇奇怪怪。当然不能惯着他了，这下肯定喝饱了，圣岛的水啊全是泪，一定是因为圣岛太好玩了，所以忘记跑图的目的了。这家伙想把我丢进去，结果自己被弹飞了，不死心又来牵我，也陪你玩。也就玩了一回回，陶雨林就一定要练铁头功。好家伙，难怪傻了，故意犯贱做走地鸡。啊！果然麻了，咱就是说必须别人装一装。到了峡谷一定要溜冰。我一定是猪油蒙了心才跟他来了木土，然后我的悲剧就开始了，也就到了一点点光艺，真的没关系，真没事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咱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算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还是我太天真了，如果杀人不犯法，他已经死了一万次了。实在太生气了，后面懒得剪了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